老公说想看我化妆，妆前乳、粉底液抹开，再抹开，回房间抹上粉。这是我昨天晚上吃的肠粉，抹上，抹完了，眉笔扫掉。散粉，画上眉毛，好了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选择一个眼影盘里的这个颜色，这个颜色，拿出一支拇指抹上去，再拿出你的小拇指，再用这个色，再给它抹到下面。OK， 有一个眼影膏，哦不对，眼线膏。好了，眼线一支画完了，另外一支也补上，两边都画完了。选择一支睫毛膏，我不喜欢夹睫毛，主要是我不会夹，给它刷上去就好了。下睫毛也给它刷上。好了，刷完了，这边也补上，再拿出这个刷子，然后再拿出刚刚的眼影盘，选出刚刚抹眼影的那个颜色，第一笔落在鼻子的鼻头，嘿，第二笔落在眼睛的下面，画个卧蚕，这样它就不会颜色过重了，完美。然后这边一样，就是这个样子，这样子的一把刷子，把鼻头的晕开。先熨鼻头，再熨到上面的这里，这个眉心，这个盘盘的这个颜色，在颧骨这里打圈打圈，这个不用照镜子，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。打圈，腮红，嘿，一个腮红，这里，嘿，来一点，来一点，鼻头再来一点，口红。给它涂出来一丢丢，这样妆容它就结束了。我又回来了，我计划卧蚕，比这里中间来一道，中间来一道。忘记说了，最后我又回到这边，选择一款定妆喷雾，哐哐喷上，这样就能防脱妆了。